奥利文，我叫他说，我叫他写谱对不对？哎，不对啊，奥利文对不对？你看他，他是有用功的，他有这种劲了，他会，你想想看，他从来不接触谱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从现在开始对不对？你要开始要看谱，要研究谱，嗯呐，因为一般人我们通常都是先从都要看谱，先研究谱，对不对？然后，但是这个叫你们研究又太深入了一点了。一般就是最起码你会哆来咪发嗦拉西都会看得出来，会看得懂。可是这个奥利文居然都没有看这个呢，他等于说是从来不看谱的。但是他，所以我颇感到惊讶，懂吗？他不看谱能够弹这样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这一般人还你们这么可能还弹不过他呢。你看。就是所有同学里面啊，现成的这些可能都没有他熟练度啊。即使是那个谁啊，那个 Gloria 也没有他的熟练度、啊。他可以这样连续的不同的调子啊，哪瑞手都发行米拉呢，而且不会错呢，这样一直弹下去，真是蛮，我不会颇感到蛮惊讶的。那么先看一下这个好了，看一下他这个他丢上来的。所以他弹这个还不错、啊、你看他一定他也就看我这样弹，好，这个是达波说弹的，另外一篇，那个他现在弹的是降E调的，就是西曼拉是没错，叫他给他一个功课的，他来写谱的。你看他真的是很用功在写的，所以我想也花了他很多时间呢。嗯，他找出来的谱是四二的，对不对啊？四二就这种谱很多，就是你可以找四四的比较好一点。就是目前就是唱片也是。也就是四，也就是一小节啊。你把一小节，它现在是目前是一小节两个和弦嘛，不，一小节两拍而已呢。用四二有个缺点，就是很听起来
就很长，就是小节太多了呢嘛。你把它弄成这个四二的呢，不四分之四拍，也就是两拍。现在它是，就是你看它这个一小节有两拍嘛，你把它变成是一小节里面呢有四拍，也就把这个小节线呢缩小一下，这样谱也比较好看呢。这个我知道他花很多时间，他说写这个头都快爆掉了，也确实是这样的。可是以你现在这个，你现在没办法，这个过程，我相信每个人呢、啊，那个你现在就要开始要付出一点了。你前面的话，你琴弹的这些，跟你现在这个谱的话，就是不成对比的，所以你要开始要学谱呢，写一下子。你再给你个功课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它变成，你也可以找不，你可以找那种四四的拍子，它有太多的，你可以找四四的拍子这样的。它是 F 上面写 F 调嘛，啊，这个也没有和弦，对不对？你把它找个四四的写一下子，上面最好也有和弦的那种，你或者你自己写上去呢。好了，我大概提示一下子啊，那你们回去啊，你们也去弄一下子，想办法这个当然这个已经算很难的了，尤其是给你们这个功课，用梦田这种来给你们写功课，真的蛮难的，这个对你们来讲真的很难，因为它是12小节呢。这个我看目前写谱可能比较，Gloria 也可以试一下子，去试，我大概先点一下子，否则你们绝对找不出来的。我看一下子，我看，版本呢，弄成英文的这样。好了，现在来不及，我大概讲一下，就整个。整个结构是12小节，对。你看我现在举个例子来给，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啦，这边2小节。好了，用那个用白板会比较快一点的。用这个快一点，因为我们时间快差不多到了，这个我大概讲一下子啊。那你们回去啊，有个那个，总共啊 A B 对不对？A 段，那个 A 段是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4小节，哇，这个用写的快多了，这个总共12小节，然后这个拉 minor，拉 minor，然后再来收2小节，收2小节，四二就对了。记住啊，这个只有两拍，然后再拉 minor，啊不对，讲错了。拉 minor，然后收2小节，四二这边是特别写一下四二，这一小节两拍，然后再拉 minor。然后这边空的，然后整个结构是这样拉 minor，收，拉 minor，这边也是空，然后再来是发哆，收哆，再拉 minor，再拉 minor，整个结构是这样的12小节。所以我这个我们统一以后啊，我在写谱的时候啊，整个是这小节还是空的，以后我要多弹一小节，它的结构是12小节的结构。啊，他这个为了有时候为了和声，也就是编曲的时候，他这个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和弦进行了，发抖手抖拉拉，这样这边12小节，他这个地方很奇怪，他就是编曲的时候这个很乱，有时候就是他这边3小节嘛，这边4小节，这边省掉了。我大概先讲一遍了，但。
然后前奏的话是，就拉手拉手拉，两个小节，拉两小节拉两手，手这样一直反复的。前奏就是刚刚那个谁弹的那个小咖弹的。先削到这边了，我就大概是这样的。刚刚写谱，拉一小节，收两拍，再拉。本来是一小节，我们现在把它延成两小节，整个才会凑成十二小节，统一的这样的。然后再同样一样拉两拍，收两拍，再回到拉两小节。啊、副歌的时候，发哆嗦，不是副歌了，就第三段的 verse， 就等于第八小节到十二小节，发哆嗦哆。再讲好了，好不好？这个大概是这样的，好了。好，同学跟同学 say goodbye 了，好，拜拜。